快乐全员三部曲，仲唔系无知大会？穿住衫入去咪好老土。桃源之门开啊！衰样，你冇钱买衫咪出声啊嘛！我有着衫噶，但系我……但系你有暴露狂啊嘛，仲唔快啲出去换翻衫？你行啦！大男人集团主席连任大会现在开始。而家有请我哋嘅主席出场。哦，好有嘢，好嘢，唔系佢啊！我假浩全，好多谢大家对我嘅支持，我特别预备咗好多节目，大家狂欢。喂，唔结婚嘅男人咁好噶？我老婆啊，佢都喺度啊！你老母，你老母咪翻咗广州，佢嚟做乜嘢啊？用住先，落去。唔该。各位听住。开心，为咗表示我嘅诚意，今晚我准备咗一份奖品。在座各位，如果边个得到呢条锁匙，就可以打开夹万，得到里面嗰份奖品。当音乐停嘅时候。奖品的得主就会诞生。
老婆，解救我老婆！你们走啊！你仲走？音乐就停噶啦，快啲去抢啊！冚家你！我唔係有意噶 ，sorry， 佢對唔住。哎呀！我自己個袋，追佢！我冚家你！哎呀！唉，飛咗兩個巴，嚟遲咗一步啊！唉，點解你唔打我大力啲啊？唉。黐線，你嘅今晚獎品嘅得主係史不保先生，我哋有請史不保先生上台領獎。做咗啲我好快乐，唔知道你快唔快乐嘅事。咁无论快乐又好，唔快乐又好，件事就过咗去啦。咁我屋企咧就唔系好方便有女仔留喺度，我想你而家扯。你等阵啦。呢度1000元，你攞去搭车啊！咁1000元系少啲嘅，嗱，2000元有多冇少啦？嗯？2000都仲嫌少啊？3000元，乜都够噶啦，啊？3000元都会仲话嫌少？喂，我消费者委员告你喎。我已经死路啦，我已要躲掉红死路。你讲乜鸡啊？我躲香港报警啦，如何照顾我？
你是潮州人，你讲清楚啲。嫁健啊，嫁健啊，你唔识讲广东话嘅咩 ？You know English？